好了，我们要出机场了。哦，在这里啦。然后呢，第一个先换钱。钱的话，好，两个都是啊，两个都换钱。哦，都是啊，都可以啦。找个人比较少的，我这里好了。这里是。169块，他这边也有change money，拿500块换好了。500吗？嗯。要写单子吧？对，应该要。Possible. And Lilia. 拿我的就好了，都可以了。我们可能会有一大叠钱哦，好像1:1:5吧，对不对？美金是160几哦。一美金换169块。哦哦。很多钱，很多很多钱哦。那应该花不完吧？我们是富豪喽。8万多块钱。哦，8万哦。对。好啊，签名啊，签名吗 ？No need to sign. Oh no. Okay. No need to sign. Okay. Okay. 这是 receive. This receive, right? Thank you. 那这是？哎，看一下钱，哇，好多哦，这样8万多块哦，有吗？你要不要点一下？看一下。谁点一下？5000欸，对啊，10000, 20000, 30000, 40000, 50000, 60000, 70000, 80000, 90000, 100000, 这样8万了，8万几？8万4650块，应该对了。3000, 4000。好了，零钱不用算了。然后我看一下那个他的钱张怎么样。这是50块的。50块的。50块的哦，他们钱真的蛮漂亮的，100块，我要收集一套。好了，回去再拍好了。好，我们先去买 SIM 卡，你钱拿好哦。好了，你先收一下，我折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不重要的东西。我。先把它放好，好。My favorite place to be.